暌违三年，凯里潘嘉丽终于带着自己的全新音乐作品回到新加坡，和所有的歌迷朋友们见面，并在上个星期五举办了一场 Yes 933潘嘉丽超给力签唱会，希望这次可以带满满的诚意回来。那也希望就是大家已经有听过我唱歌，然后有看过一些些舞蹈的东西，那我希望就是可以在创作的部分可以让大家看到多一点点自己心里的一些想法，然后希望从音乐里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像当初说要爱你，给了全部。以上活动是由 Yes 933和滚石唱片带给你的。谢谢。